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沿着京拉线往西走。这个京拉线先是沿着永定河，接着呢是沿着清水河向西。我们会沿着京拉线呢，一直先到斋堂水库，然后到斋堂水库附近的一个叫百花人家的农家院吃午餐。好了，那咱们走吧。好，这边是有一个湖，珍珠湖吗？不是珍珠湖，也许记错了。不是湖，这底下这个深谷还是那个永定河沿岸的这个山谷，这等于是在半山腰上。深度没关系吧？是不是跟它的种的植物有关系啊？哦，这块这是最漂亮的地方。最漂亮的过去了。哦。因为它这儿走的车都是那种老式火车，你知道吧？即使说不是那种绿皮车，它也是那种老式那种。而且它这儿是一个湖，是吧？这应该也是永定河，我觉得。好了，继续出发。对，我们俩这种看见有趣的地方就停一停看。对，能看到水，但有时候会歪头。它这个小机器啊，好绿啊，这水，对啊，非常漂亮。这就是永定河是吧？对，这边就比较宽了。嗯，哎，这能过去啊？这桥？这桥能开车过去。哦。能开车过去，应该你看那个也应该是民宿修的，那么就有特色的建筑。对对对，黄草梁、龙门殿，这边景区好多呀。过一段，跟着我一块看风景。这边对面的山很漂亮。对。十八潭景区，北京旅游咨询，京西十八潭啊，这确实是个景区啊。哦，那我跳哦，就这块儿啊。咱们这条路就是说，右边是火车道，左边是永定河。前方急转弯，请慢一点。你看左边那个山，它那个。哦嗯，是吧？跟咱们刚看那边，左边，而且山上你看都是那花儿。对呀、啊，山花儿。好满，满满当当的，好漂亮，朦朦胧胧。朦朦胧胧，对。感觉是一个山上的草地，山上的草坪。现在好像不光是北京哈，就是所有的地儿，就是咱们到过的这种乡村，都特别好，路也好，还特别干净，然后各种配套设施什么的，就是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还安全。看那边那左前方那个山上全是花儿，对，这得多少层啊？这个山哈，那这路还是挺险的，对，那绵绵不断的山，这是，突然好像有点雾似的了呢。嗯，有像有右前方，那粉花、粉山花。哦，这边漂亮，这山上的花漂亮。嗯，哇。好漂亮呀，这边。嗯，这边不都是桃吗？两边都是，非常漂亮。嗯、哇，真好看这块。哦，能下去走，确实能下去走。对。哦，这边花真多呀。对，这看是成片，是吧？对。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咱们继续往里走。这多好看，斋堂站。啊，对啊。嗯，你就把这个斋堂站跟自驾游集结点照下来。继续往前。斋堂、自驾游集结点，对面的山上全都是花，这条路好漂亮。这条路特漂亮。哦，你看这边还有河，小湖，放那个无人机上去确实好看。会飞，其实你还挺，这块挺复杂的，全是这种电线。这无人机就得到我们特空旷没人的地儿先慢慢累啊！看前面，啊、哦，漂亮吧？桃花林，天气也好是吧？嗯，这边比刚那边好像要好一些似的。那段开的好热烈，就是底下那段就是特棒。那要是把那张图照在前面 P 个小娃娃，就是宫崎骏。这是上盘山路了。让的就让的去。
转，左转，前方急转弯，请慢一点。请沿当前道路进。哦，好漂亮啊！这还是那斋堂水库是吧？对，还真长啊！这它属于细长型，就在山谷里。这也是水源，水真干净，可能也是饮用水，是吧？给北京补充水备用。我开始吃饭了，有点饿，12点多，开了半天车，这是炸香肠，这是北京春季必吃的美食。嗯，好吃。之前我看一个新闻，好像还说啥了，这个春天最爱吃香肠。我看到这个是饼，是什么？叫什么汤黄饼的？对，主要是好的。需要白米饭还是红米饭？红米饭。给我们来一碗红米饭。红米饭。嗯，对。那咱还是没法赚。还是有。就给钱去了，好像。哦，行。好嘞。行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先。这碗肉好肥呀、啊！这都是大肥膘，反正吃两口就得了，也不能死吃，太忒腻。这是北京的浓香饭，它是豆腐。嗯，豆腐挺好吃的，就是肉有点腻。还有这种红米饭，可能应该是红豆的做的啊。对，红豆的。豆腐比较大，不是红小豆好像。嗯。还有这个红豇豆还是什么？还是红米饭。看看这个满山的花儿，花海。真是万物复苏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吃饭的餐厅还挺火，基本上满座。叫什么？百花，百花师傅。万想家左边，万想家。左边这头。哎，对，左边。还得听话呗。歪着头看。嗯。斋堂镇。对，真聪明，万小金还知道照右边。哇，还那个山。哇塞。岩石好粗。嗯。那还能留下水吗？对对，它有夏天可能它得有水。对。哦，这里山拍拍吧，好漂亮。二山确实漂亮。要不然攀岩的人到这儿可过瘾了，是挺值的。要那个山就更值了，对面是吧？那纯悬崖，哇！开门，即将右转，哇！右转，哇！又一个山，一个山，一个门，一个门，一个沟，一个沟，一个谷，一个谷。还是垂直的。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今天呢咱们主要体验了一下沿着这个京拉线，在北京这种两边都是群山的这种那个国道上自驾的这种体验。还体验了一下北京这个农家院的农家饭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大家呢关注、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呢给我们发评论。您的评论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我们的视频。谢谢大家。